后继续去旅行。他来到了彰化鹿港。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这里是鼎鼎有名的鹿港老街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徐小恩。我是文大勇，高兴认识你。这里有什么小吃呢？鹿港老街有很好吃的牛舌饼，还有凤眼糕，都很有名哦。谢谢你的介绍。那这里有什么历史呢？鹿港是清代汉族家族移居重镇，是少数保留完整的汉族习俗文化文物古迹的台湾古镇。原来如此啊。那鹿港有什么古迹？有龙山寺、天后宫、九曲巷、摸乳巷。那鹿港的地形如何分布？鹿港镇是彰化平原，顺便介绍一下，彰化东部主要是八卦台地。原来如此啊，对了，我可以借住一晚吗？当然 OK。于是王大勇就住在徐小恩家借宿一晚。